So this is our first in-person event of the school year since the pandemic happened 2 years ago. 谢谢老师教我知识。我在学校看到好朋友，交到好朋友，好开心。 在慈济核桃教育园区也举办小学生的毕业典礼，毕业生用流利的中文道感恩。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过去6年在慈济对我的支持。我祝你们在中学一切顺利。继续努力，永不放弃。We feel confident that we have given the great start to their bright future. Congratulations, kids. Wish everyone the best. ，水滴妹演绎经典故事，欢送学长姐，也表达了对父母的孝心。根据这个孝亲呢，选了2个故事。 一个就是乌鸦反哺在戏剧的部分，另外一份就是我们慈济人文贵阳图的表现。毕业生和全校的学生以轻快的舞蹈代替了离别的感伤，踏实的走向人生另一个学习阶段。大爱新闻之善美之工，美国综合报道。